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开启潮流运动新生活，全民健身引领运动热潮，亚洲榜样花式冲关来袭。今天依然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的海选赛，全新升级的运动场景关卡，史上最全的体育项目指南，一口气跑起来，脚下一滑，第六关这会儿有点耽误时间了，你看，哎呀，你开创了第三关的一个先河，看的，如果你能顺利过去，哎呦，可惜了，还是有一点难，哎呦。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无极限，潮流你最炫。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我们就是冲冲家族。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怡乐。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我是冲冲家族陈琦。今天依然是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的海选赛，在男女生赛道分别各有6个名额在等待着大家去争取。没错，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老将依然在孜孜不辍地创造着更好的成绩，当然也有很多新星正在向着这条赛道不断地向前冲，向前努力着。是的，我们希望在这条赛道当中看到老将们历久弥新，也希望看到新兴力量能够英姿勃发，更希望看到的是新老势力的正面较量。没错，在我们的年度冠军赛的海选赛的比赛上，我们相信能看到不一样的精彩。目前我们赛道上的最快纪录保持者是男生由汪健创造的50秒74，以及女生赛道由蒋红创造的1分04秒15。所有的规则就化成一句话：登顶成功晋级，落水明年再来。今天的比赛结果如何？我们一块拭目以待。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年度冠军赛海选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今年依然是我们年度冠军赛的海选赛啊，我们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了，也期待着今天所有参加比赛的冲客们都能跑出好的成绩。好，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你好。欢迎你。大家好，我叫陈岩，来自安徽宿州。陈岩今天是第一次来吗？对啊，第一次来就赶上我们的这个晋级赛了啊，而且呢还是第一个出来，所以这有点紧张呢，也是在所难免的啊。所以呢，对于你的要求呢，跟别人肯定不一样，你就好好的去享受这条赛道啊，也有可能第一次来呢就登顶成功了。对，放松一点，咱们今天不跟别人比，只跟自己比啊，闯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加油，期待你的表现，小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陈岩。目前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啊。是的，今年只有20岁，宿州人，也是我们安徽的朋友啊，也是从小看着节目长大的，对节目的情怀不用多说。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肯定也想闯出好成绩，但第一个出场，看看能不能克服紧张的情绪。好的，第二关加油。一口气跑起来，脚下一滑。很遗憾，在第二关失误落水，竞技失败。
陈妍首发出场，但没有能够为女生组开一个好头。接下来出场的新人选手张秋云，此前在常规赛第六关失误落水，今天虽然顺利通过第六关，面对第一次尝试的第七关，还是因为紧张遗憾落水。随后出场的新人选手王爱卿第一次参加比赛，缺乏闯关经验，在第三关遗憾落水，无缘晋级。后面的选手能否把握住机会荣登晋级榜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请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叫周曦，来自四川华宜。四川的姑娘啊，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节目吗？对，第一次。第一次来也是赶上了我们的海选赛啊，现在什么心情？有点紧张。有点紧张，有点忐忑。那综合一下我们前面几位的表现，你觉得你从别综合了，都落水了。就是想说从当中有没有领悟到什么，吸取到什么经验教训嘛？就是要胆大心细吧，不要太磨蹭，就是过程不要太磨蹭，就是。哎呀，四川姑娘就是急性子。是的。看得我太着急了。对啊，这第一次来就总结经验，总结的就很全面准确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特别期待你的表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加油，姑娘！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邹曦。期待你的表现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赛道上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湿滑啊，一定要注意控制好。好，很不错。今天女生队呢，目前为止新人较多，所以整体的冲关表现呢，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也是给了很多后面选手机会啊。大家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因为不是每一场海选晋级赛都有这么好的机会。第三关，哎，没踩住就直接出发了，还能回去吗？比较艰难，比较艰难啊！看一下，小心。这个姿势确实，哎呦，很顽强啊！你们现在是都学会了先上来，以后再回起点是吧？哎呀，还能回来啊！确实回来了，选择第二次出发。哎，还没落下去，还有机会，往前挪挪，也许有戏。他回来了，你看看，而且他还是倒着走，对，这是很少见啊，看到在第三关上这么反着走的。主要是很多人想这样做，他做不到啊。邹曦，你开创了第三关的一个先河，看如果你能顺利过去，哎，顺利过去，哎，顺利过去，哎呦，哎呦，可惜了。他如果能过去，这一关的过法也算是载入我们今年赛道史册了。是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你好，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秋琴，来自安徽亳州。小秋，平时爱运动吗？不太爱运动。不太爱运动是怎么赶来的？因为想体验一次。体验一次什么感觉？是登顶的感觉还是落水的感觉？登顶。对，如果今天登顶成功了，以后要更爱运动。对，因为你感受到了运动的快乐。如果今天落水了，那更得运动，就是因为平时运动少了才落水的，对吧？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经常说啊，平时热爱运动，今天来到赛道上一定会有好的帮助。是的，当然我们不排除有些选手他不运动，但他就是很有天赋。这是极少数的人群，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冲关网啊，他们平时都是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和运动的基础。是的。我们看一下秋晴今天的表现啊，平时不是特别喜欢运动，
但是上了赛道呢，表现的目前还不错，看一下时机如何。但其实对于新人来说呢，重点考察你的就是第二关和第三关。对，第二关，哎呦，踩滑了，赶紧走，滑了一下就得赶紧爬起来。好，好，来第三关。今天第三关也是女生队失误比较多的关卡。没错。哎，踩住，踩住。今天确实啊，新人比较多，大家对于通关的技巧方法都还没有研究透，第三关失误率比较高，一点一点的爬回来了，非常好，不能再往上了，再往上就会偏坡了。好，哎呀，还哎呀，还哎呀，还是没有稳住重心，很遗憾。再继续吧，欢迎下一位。欢迎，今天的教练来了啊！来，培云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培云，来自安徽合肥。哎呀，又踏上了这一条熟悉的赛道，又来到了一年一度的年度的冠军赛啊！这次心情怎么样？特别好。特别好就行，因为培云一看，哎呀，这组没啥对手啊。对，其实今天啊，就是培云来随意练个手，很多话要跟培云说，但是我今天不说，还得留着半决赛和决赛去说，对吧？啊，所以今天培云咱就好好的再感受一下这条赛道，因为今天也不需要你奋力奔跑。对，在赛道上我都不带给你加油的，轻轻松松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哎，加油！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加油啊，别着急，慢慢的。哎哎哎，玩吓人呢是不是？这培云这一下子把我话都紧张的不敢说了。是的，别急别急，今天赛道上多少还是有点滑啊。对，别急别急啊。对，培云也没有一口气跑过去了啊，选择慢慢的来。对，因为确实今天这个情况我们不用追求速度，稳稳的登顶就可以了。培云今天也是选择了一身红色的战衣，代表有一个好的开始。好，这一关培云过得第一次这么谨慎啊。好，第四关同样没有任何的停留，直接来到第五关。好的，欢迎培云。一路脚下生风来到了第五关忐忑楼梯的关卡，应该没有意外啊，培云会成为今天第一位成功登顶的女生。嗯，虽说我们跟她说了她没有对手，可以不用太着急，但目前这个速度依然还不错。对，她可能也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挑战，正常发挥啊，轻松过关。好，第五关也顺利通过了，第六关独门身法。哇，培云跑得好快啊。今年这条赛道呢对培云来说也不算陌生，因为有各种赛制啊跑了比较多次了，所以今天呢就是经验积累的一天呢，多积累一天经验。就是这个过法，一步跨过，漂亮。好，准备迎接培云登顶啊！第一位登顶的选手有了。果然，培云不负众望啊，在这条赛道上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好的，恭喜培云，今天跑的成绩是2分18秒49，祝贺登顶。我觉得培云今天登顶的意义啊，不在于你晋级，因为你晋级是肯定的。是的，在于给后面的新来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你觉得呢？是的，因为刚看后面有不少姐妹都是新人，然后想给他们在前面做个表率，打个样。对，有什么经验要跟他们分享的吗？
不要太求于速度，稳，只要你们稳稳淡定，今天都可以晋级。说的真好，感谢培云啊，感谢培云给姐妹们带来的信心，也恭喜她成功登顶，恭喜。再一次感谢培云啊，给我们后面的姑娘们也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啊。虽然今天这个成绩不算快啊，但是放在今天很有意义，也希望后面的姑娘们都能向培云学习。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欢迎你。来，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谷潇南，目前在安徽建筑大学就读。小谷同学啊，希望一会儿你跑完之后呢，这个榜单上也能出现你的名字，好不好？好。来，加油吧！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谷潇南来自于安徽建筑大学，学习的专业是工程造价。有了培云的带领啊，我觉得现在女生队的整体节奏都变快了。是的，士气大涨。看一下第一次来的小谷同学能不能闯出好成绩。好的，不错。闯的时候呢，也可以学习回忆一下前面的培云，他是怎么闯的，他的一举一动。哎呦，你看，这立刻就学会了。第三关过得非常稳的，很好，顺利通过了第三关。女生队前半程的关卡你都已经克服了，接下来后半程加油吧，姑娘！欢迎小谷。很好啊，培云的登顶呢，确实给后面的姑娘们，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呐。是的，来都挺紧张的，因为一个一个落水了嘛。刚才她也是说嘛，想给后面的姐妹打个样哈。是，这个样打成功了。可以看到她前半程都闯得非常的顺利，到第五关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不熟悉啊。小谷，你注意一下你跳的方式，你刚刚那个跳不是跳得不好，是太费劲了。可以再跳轻巧一点啊。蹲起来。你看他这个跳跃呢，就是感觉有点费劲儿，对吧？对，特别费劲儿，然后跳的距离也比较近，而且他是膝盖着地，就相对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危险啊。对，还是跨一下。好，用你习惯的方式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能做到每一步都保持这个距离就可以了。下楼梯的时候注意脚下防滑啊，但她有点很好，她始终重心压得都很低。对，这姑娘心眼实啊，这实打实的每一步的蹦都是用尽了全力在蹦。是的。哎呀跳过了吧，还是在这个跳跃的方式上啊，对，出了一点小问题。比赛继续，有请本组最后一位。你好，欢迎你。你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王秋霜，来自安徽宿州。常规赛是不是登顶了？是的。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开心吗？为啥呀？我们俩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认识。在北京的时候认识？对，我们俩一起上过一个进修班。学啥的？表演呀。学表演的。对，所以我们是认识。你俩是不是都没学好吧？他上一次来的时候就问我在不在，但他成功登顶了，所以我说我们还有机会见。这个缘分啊。但是秋霜上次来说我应该在，对吧？对吧？那个，所以说咱这梁子也不是，咱这缘分也就结下了啊。对。问一下秋霜，你现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我现在从事电影。还是跟这个有关系，对吧？对，也算是跟我们有点同行了，对吧？对。秋霜第一次常规赛当中登顶成功，什么感受？真的很激动，很激动。累不累？其实还好，对于我来说。那行了，
我就问的就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是第二次来了，肯定会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对，对吧？啊，因为这条赛道你熟悉了，但是你也看到了，今天前半程有很多姑娘都落水了，是的，赛道上多少会有一点点小滑，所以要注意别跑那么快啊。你只要成功登顶了，我觉得你今天就会能晋级。是，你要是没晋级，我就把话撂这儿，明年再来啊。欢迎你啊，加油，秋霜，加油。嗯，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哎呦，那你这个王秋霜，你也算你是半个同学了。对呀。嗯。因为他本身也是安徽人嘛，所以之前就一直说想来参加咱们节目。看得出来，秋霜也是一位特别开朗的姑娘啊。对。漂亮，漂亮，很好。第三关，秋霜别那么着急啊，先试试看看怎么样，然后咱们再决定是跑还是爬。对了。对。稳一点。嗯，很好。不着急啊，第三关慢慢的。很好，你看，同样是一个班出来的，怎么人家这个运动天赋这么好呢？来到第五关了，秋霜顺利来到了核心关卡。登顶我们是不担心的，他自己也不担心，他只是说今天的目标是在登顶的同时再提提速度。哦，哎，今天的海选赛要晋级六位啊，对，现在只有裴云一位，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呢，你只要登顶就有机会啊，对了，机会，机会还比较大，加油啊，不要着急，最后一个台阶了，加油。稳住，哎，小心，哎，好，漂亮，过来了。接下来是第六关。3:10.80，你这一路跑来，裤脚都没怎么湿呢。对对对，充分说明了状态好啊。这样跑过来以后，发现提速有可能。嗯，有。再提速还有可能吗？那得回去练练心肺，还得再练练哈。今天表现还是非常的优秀，不仅完成了自己的心愿，而且给我们带来一个好成绩，很不错。3:10.80，第二位有机会晋级的，恭喜。今天海选女生队第一组的比赛就到这儿了啊，是有两位登顶成功，目前第二位是王秋霜，3:10.80。目前在列第一的是裴云，用是2:18.49。是的，啊，这太阳也出来了啊，赛道上应该会越来越干爽了，所以也期待着第二组的姑娘们表现越来越好，大家都有机会啊。好，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啊最高潮的部分，是的，也就是我们年度冠军赛，是本年度当中含金量最高的夺车赛段啊。是的，虽然现在是海选阶段，但大家都知道，能进入到我们年度冠军赛的选手也都相当不一般哦。好，来有请第一位，有请。好，首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汪健，我来自安徽医科大学。好，毛倩文了解他，认识他吗？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他的大名如雷贯耳。目前我们赛道的记录保持者是不是你？是。啊，不光如此，也是我们今年的新人王冠军。我很想问个问题，车开得怎么样啊？感觉开得挺舒服的啊。要说到车，不得不再介绍一下哈。嗯。今年我们的最后一个夺车赛段，也就是现在你参加的叫年度冠军赛，其实是本年度三大赛事里面含金量最高的。是。你之前参加的新人王是新人选手的对决，而参加年度冠军赛，你要知道你可能还要跟这些老将产生正面对抗，所以要赶快的成长，好不好？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我觉得汪念今天正常发挥就好了啊。是，毕竟你是目前赛道记录的拥有者。今年咱们男生赛道记录的最快保持者汪念啊。目前给汪念说一下啊，我们赛道男生赛道啊，最好的这个成绩啊。是有两个单人双冠王。哦，好的，来到第五关啊，速度还是保持得不错。小心点。作为赛道纪录保持者啊，今天汪健还是跑得比较保守的。嗯。还是跟他以往的这种作风有一些明显的区别，比较柔和。说话间就已经来到第七关了，一般这样子的闯关你都看不见的，汪健身上。就是走一步停一步，对他来说比较少。你看，还可以休息半天。嗯，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不多见啊。哇，直接找到了蹴鞠，整体非常的流畅。好，接下来开始冲刺啊！结果已经登顶了。来，平稳发挥。好，1分12秒09，相当轻松。正如我所说，汪健今天还是比较保守的发挥，是吧？1分12秒还保守啊？没有尽全力跑。哦，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因为比较累，不想那么累。不想让自己太累啊，也是非常体贴。他第一个出场，后面的兄弟们看了个成绩啊，万一跑不动了就麻烦。有压力怎么办哈？所以今天汪健以一个非常稳健的表现，获得了1分12秒09的好成绩。目前全场第一，恭喜你。新人王冠军汪健首发出场就创造了1分12秒09的好成绩，给后面选手非常大的压力。接下来出场的新人选手赵思远，第一次参加比赛就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一路跌跌撞撞，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顶住压力，在第七关失误落水，无缘晋级。来，有请下一位。有请。大家好，我叫陈薇薇。认识吗？我不太认识，但是这个肤色感觉很熟悉，很像属于我们向前冲的人。啊，你答对了，这便是我们为数不多能够还站在这条赛道上的向前冲的救生员。哦，救生员，你之前是在第几关的？一般比较多。每个关卡都要负责吧，我们是轮着来的，轮流的。今天来到了年度冠军赛，也希望薇薇有一个好的成绩，好吧？好的，谢谢。来，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刚出脚就有点狡猾呀，有一点，但他今天冲的势子感觉很猛，哎，势头相当猛。微微，我们稍微稳当一点很好，12秒钟度过前三关，来到核心关卡，看得多跑得多，感觉速度也提升了不少。是，欢迎我们的战友啊。今天其实在近几年的比赛当中都有很多救生员参赛，而且表现不俗啊。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在水里面看多了哈，经验就丰富了。对，每天看人怎么过关，每天看人怎么落水，就看出经验来了。是的，他今天的目标哈是跑在2分钟以内登顶，现在看还有机会。虽然我不敢打保票说2分钟以内在今天这个格局里面能不能成功晋级，但我觉得2分钟现在来看应该是个好成绩。嗯，但第六关慢了，实话实讲，第六关太慢了。好，1分08秒，应该是时间是够了的。今年呢，我们也有很多救生员哈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微微的成绩算是很好的。哦，我以为你要说但是成绩都一般啊，原来是说他成绩很好。加油啊！好，这个冲刺速度很棒，1分半。来嘞，来看一下1分33秒10。微微好成绩啊，厉害了啊，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既定目标，而且把成绩提高了一大截。是的，1分半钟。怎么做到的？啥都不想，冲。对，这样的啊，这就叫排除了杂念。嗯，啊，微微跑过这一次之后，是不是对自己的成绩又有了一个新的预期？是的。应该还可以提速啊。可以。下一次准备跑进多少？1分多一点吧。好，嗯，直接把目标提到了1分钟左右啊。嗯，今天第二位成功登顶的成绩，你跟大家打个招呼。我叫唐旭，来自安徽合肥。希望登顶吧，不要掉水。对，因为我之前参加过一次，也是两位主持人，去年。说的有点忧伤了。对对，我觉得这个情绪不对啊，好像咱们过去了十几年一样。明明就在去年。对，弹指挥挥间，你有没有变化这一年？有，长胖了。也希望今年登顶不要掉水。好，看你表现吧。好，各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年度冠军赛，兄弟，年度冠军赛，我们在计时哦。这是年度冠军赛，你在思考什么？你是不是思考飞一下飞过去啊？冲！来，有请下一位。有请。来打招呼。大家好，我是陆安。啊，陆安是今年是跟汪静一起搭档，在我们的这个最佳搭档。目前我们榜上的最好成绩是1分12秒09，汪静创造的。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还可以，还可以啊。而且我看了一下今天所有的这个参赛选手的名单，还好，我觉得你们都算是中上游了。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冲。我们的陆安呢，在新人王争霸赛的时候也是进入到了决赛阶段，他当时决赛的成绩是1分06秒10。那对于今天的年度冠军赛，刚才怡乐也说了，是一场含金量很高的比赛，因为各路高手啊，新手老将齐聚会，咱们得拿出比新人王争霸赛更多一分的热情和努力。石华姐已经来到了第五关忐忑楼梯。陆安也是在今年啊，是经验丰富。今天的各个赛段他都有参加，而且一次比一次跑得好，一次比一次跑得稳。嗯，不过我感觉今天这些高手们都没有往疯了跑啊，还是比较跑得比较平静，比较保守啊。对，应该也有自己的考量啊。所以男生队的晋级格局真的很难猜。是，
现在上来的两位呢，一位是一分十几秒，一位是一分半。对，这是男生的目前的成绩，加油！陆安上来之后啊，来1分28秒31，恭喜陆安，好成绩。陆安上来之后呢，我们就有了三个成绩了。是的，两个在1分半左右，一个在1分10秒左右。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陆安，你觉得今天的晋级成绩应该在哪里啊？1分半吧。1分半，他也估计是1分半，所以自己跑到了1分28秒啊。对，应该是男生可以照着1分半来跑一跑、啊。是的，那我觉得你们保守了，没准今天后半程还有在发力的啊，看看后面的兄弟们怎么表现。好，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来喽。笑容，来打招呼。啊，大家好，我叫郝亚飞。亚飞，今天的比赛打算怎么跑？正常跑吧，正常发挥。郝亚飞其实在这个赛道上，我记得好多年前他们都叫他郝亚飞，还有个外号叫什么好疯子，那时候特别疯，就一上赛道整个人哇，非常的癫狂，就燃起来的那种啊。然后后来这当爸爸了以后，稳重多了哦，状态的发挥输出也特别平稳一些了。哎，今年还是希望能有一个全新的绽放，好不好？好的，好，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不过今天的比赛对于郝亚飞来说晋级应该是非常轻松的，正常跑就行了。人如其名啊，就你觉得他飞起来了是吧？对，一路飞驰而来。你是不了解过去的他啊，现在郝亚飞结婚了之后啊，身为人夫，身为人父之后还稳健了不少。以前啊，跑起来那是更加的疯狂，现在呢是有了控制啊，有了节奏，也更成熟了，更沉稳了。对的，确实这两年郝亚飞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竞技能力还是一如既往啊，但整个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加低调沉稳了。来，找准落脚点。哎，这耽误了一圈啊，这个不应该啊，郝亚飞，不应该啊，这样的耽误很浪费时间呢。是，加油。本来呢应该是一个1分半以内的好成绩，现在只能是1分半左右的好成绩。1分半左右，来看一下，1分29秒18，恭喜郝亚飞成功登顶。恭喜郝亚飞，你知道吗？你到第八关的时候，时间才1分10秒。是的。结果你这一圈转下来，就上来的就耽误了10秒。当时怎么了？失误了？失误了，时机不好。还是求稳，求稳心切。大家都跑到1分半左右呗，你觉得这个前六名有没有啊？看情况吧。看情况啊，你看这会儿就要看运气了。他真的比以前沉稳低调了好多啊！1分29秒18，恭喜你。好，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大家好，我叫陈磊，来自安徽合肥。陈磊，今天想晋级吗？想。跑多少能晋级？你觉得？1分20秒左右，估计才能。那跑1分30行不行？尽力。来，请就位。来。男性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其实陈磊也参加了很多年了啊，从2016年就开始进入到晋级赛了。今年其实也来了，但是他在我们的常规场次中第三关失利了。你看他现在的第三关顺利通过喽。哎，8年嘞，陈磊也参加了。18秒钟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还可以哦。这速度。你要不要把你刚才没拿话筒时候说那句话再说一遍？林刚才感叹了一句啊，我的妈嘞！这也是我们合肥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啊，表示惊奇。
表示佩服都是用这个词，表示感叹，特别快啊，确实是。这才40几秒，重点是看他也没怎么发力，轻轻松松的。是。好，开始冲刺了。陈雷也是在今年跑了好几次了啊，所以对赛道比较熟悉，这个熟悉足以。不错呀，1分05秒85，好成绩。我是觉得，今天他们都闯了好多次，都形成肌肉记忆了啊，这是飞一样的感觉。1分05秒85，但我觉得陈磊其实你也没有往死里下力气，是不是？啊，还好，还好啊，比较平稳闯。你看这，包括相对保守啊，所以今天啊，我们预计1分半钟的成绩真的是保守了。我斗胆的预计一下，要跑进1分15秒，今天的男生1分15啊，对，才能稳稳晋级啊。当然也要恭喜陈磊，现在成绩相当不错，1分05秒85，目前第一。好，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现在我们晋级榜单上还剩下一席空缺。是。来，今天是第二次。目前在晋级榜单上还有一席空缺，给他填满，好不好？尽力尽力，来加油！男性女性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今年呢，在常规赛，我们的宇豪呢，2分30秒左右登过顶。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年度冠军赛的赛场上，我们希望你能够保证登顶的同时，稍微提点速哦，宇豪。好，前三关过得很顺利，17秒钟通过前四关，这速度，男生队也太卷了吧。对对对，你这个词用得特别的精准，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汇啊。对呀，男生队的内卷真是太让人激动。哎呀哎呀，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来说啊，那真的是希望大家再卷一点啊，这样比赛更精彩更刺激。但宇豪，我要提醒你，虽然你速度是提起来了，可是中间失误也不少。呀呀呀呀呀呀，失误也不少啊，这些失误都是会耽误时间的。他虽然有些小失误，但他并不影响他过关。对，他是过来了，但是这种摔跤起身再摔跤，耽误时间，耽误时间啊。反应力还是很可以的，毕竟年轻啊，而且体能也没问题啊，我们赛道救生员啊，天天看着别人落水，看着别人晋级，这经验丰富的。这耽误了一圈啊，这个失误真的非常耽误时间啊，这一圈耽误的有点儿，这个可惜了。是。非常遗憾，最终在第八关落水，时间定格在2分10秒01。好，一组战报，目前我们的晋级榜单上还有一席空缺，来总结一下，目前的第五名陈薇薇，第四名郝亚飞，第三名陆安，第二名是有汪倩，第一名是陈磊。好，以目前的这个形势来看的话，第五名的陈薇薇都跑到了1分33秒，预估一下啊，反正肯定得跑到1分30秒才有可能晋级。是的，1分半之内，后面的选手们也要注意喽。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女生赛道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来关注女生队第二组的表现，欢迎本组第一位。你好，欢迎王瑞啊，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没事，你这么瘦踩我一下也没关系的。大家好，我叫王瑞，来自安徽合肥。是不是最近没怎么运动啊？最近懒了。最近懒了是吧？啊，而且我觉得啊，这玩意儿啊，赛道上真是检验你运没运动的最好的标准。特别直接。对，就是今年王瑞在这条赛道上落水好几次了吧？对，前几次来表现不是太好。都落水了。也不是都落水了，登顶了一次。落水几次？3次。你看看，还好意思说呢？你别给他压力了。因为王瑞是属于冲冠王级别的，对吧？今年都落3次水了，
水花老大了。但我觉得是被我身上的肉给拖累的。戴老师性格特别好啊，特别乐观，而且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每一次来嘛，他都是有不同的体验，什么情况都有可能。没错啊，这刚才跟王瑞开玩笑，就因为性格好，所以他不生气啊。对，王瑞今天。这个情况你也看到了，对手没那么强，你就是再胖二十斤，你就是背着我跑，我觉得你都能晋级。所以说今天别着急啊，稳一点，先上榜，三分十秒以内你肯定能做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吧，加油王瑞，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啊，王瑞也是有过进决赛的经历啊。是的，但是今年呢，确实像他自己说的，落水次数有点多。好，别急。你看他们这些有实力的选手上了赛道，速度根本收不住。是的啊，今天的第三关落水的比较多啊，所以大家也都选择了慢慢的去通过。对，今天的情况确实也没有必要在第三关上抢速度、抢时间，所以大家选择稳一点也是非常正确的。好。好，加油王瑞，前四关顺利通过。今天女生队的表现哈，非常的出彩，加油王瑞，来到第五关。对于王瑞来说，今天成功登顶，不要出现失误，算是实现一半的目标啊，把速度提起来算是实现了另一半。是很出彩吗？这不登顶了吗？很好啊，准备冲刺，加油。今天高台迎来了第三位啊，是的，登顶的女生，也是一位曾经的冲关王。来王瑞，好，最后几步。好的，看看王瑞的成绩，王瑞是2分14秒99，还是第一啊！恭喜王瑞，厉害！好的，恭喜。白宇看到这个成绩还挺惊讶的，哎呦，竟然是第一啊！对，第一在王瑞的预料之中吗？意料之外，意料之外，速度很快啊！啊，今天跑得还可以，还行。我本来的预期目标是稳稳登顶就可以，时间不重要。今天把所有的恐惧都跑没了啊，因为今天跑出了个全场第一成绩，希望下次能更自信。好的，再次恭喜王瑞。好，恭喜你。好，再一次祝贺王瑞啊，不小心跑出了个第一名。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你好，欢迎你。姑娘也是大高个子啊，来，姑娘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这么温柔的运动吗？平时会跑步、爬山之类的。哦，人家是因为这个地面比较湿滑，对，害怕还没上赛道就摔倒了，保存体力。好的，那接下来咱可不能有所保留了啊！准备好了吗，姑娘？准备好了。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啊，加油。是的，今年也才刚刚19岁，刚刚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是特别可爱，紧张的一直在搓小手手。好，手扶住。好的，没有如果了，有机会明年再来啊。好，我们
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孙妍妍啊，来，妍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孙妍妍，来自安徽合肥。嗯，孙妍妍也是曾经的新人王，嗯啊，现在的老冲客了啊。是的，我觉得圆圆现在越来越稳重了。嗯，从这个出场方式看啊，这以前是蹦着跳着就出来了。毕竟岁数越来越大了。哎，那不知不觉也跑了三年了，对是吧？啊。而且呢，圆圆确实是，我感觉也是属于比较在这条赛道比较踏实了啊。对。跟甜甜也是进入到了今年的我们双人赛的决赛当中啊。今天甜甜没来是吧？对，她上课。她上课啊？你觉得跟着她跑好还是你自己跑好啊？都很好，感觉不一样。我觉得你自己跑好。哎，你这话说的，那你还不如问问他，你觉得这车是你自己一个人开好，还是你跟甜甜两个人坐好呀？那肯定是一个人开好了呀。啊，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冠军车EV3啊。嗯，你看一看你的旁边啊，这个车是刚刚你经过的。今年在这条赛道上，我相信圆圆已经路过过很多次了。没错，505公里的续航，还有这么好看的外观，相信呢每一个来到赛道上的人都想开回家。是的，但是为此也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了。准备好了吗，孙妍妍？准备好。期待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Go！ 孙妍妍也别急啊，加油！这个方式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过，哎，这又开创了新的过关方式啊！孙圆圆，你今天要跑记录啊！圆圆今天是一点都不收着呀！哇，15。关过起来自己还是有点忐忑。对，第七关是显得稍微的迟疑了那么一点点啊。除了第七关之外，其他的部分都表现得非常的完美。这个冲刺速度也是很快啊！哎，孙圆圆，这就等了，跑出了1分30秒83，恭喜！小火箭一样唰就过来了，就离谱啊！为什么跑这么快啊？一上来就控制不住自己，就觉得要尽可能的发挥啊。也想慢慢跑，但实力不允许啊。现在是不是越跑越轻松了？对对对对，后面还有提速的可能啊。嗯，对。第七关再胆子大一点。对。好，目前孙圆圆创造了1分30秒83的成绩，非常了不起，恭喜！伴随着孙圆圆的登顶，晋级榜单还有两席空缺。接下来出场的新人选手徐爽爽，年仅21岁的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参加比赛，却冲劲十足闯到第五关，虽无缘晋级，但也突破了自己。随后出场的新人选手沈孝明，第一次参加比赛，面对全新的赛道，缺乏闯关经验，最终也在第五关遗憾落水，无缘晋级。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来，小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徐诺，来自安徽淮南。嗯，小徐同学今天有什么目标吗？就是来积攒经验吧，以后争取能拿到大奖。以后能拿大奖，今天就先暂时先不拿。对啊，怎么今天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得试过才知道。第一次来嘛，就不太熟悉。是的，万一登顶成功了，大奖要不要啊？要。还行，果断的很啊。嗯，还知道。那行了，现在期待你今天第一次来就有奇迹发生啊！加油，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
登顶就有机会啊，后面剩的姑娘也不多了，看看谁能抓住机会登顶成功。这个徐诺同学啊特别有意思，我看到导演组呢给他的这个备注接受采访写的是，今天来希望给无趣的生活增加一丝乐趣。拿到大奖啊，拿到登顶大奖，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话就可以增加更多的乐趣。看好第二关，不，时机都没有看好呀，徐诺同学。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欢迎您。来，小姑娘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安徽宣城的，我叫张丽。张丽，接下来你将第一次踏上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对吧？对，有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来就登顶成功了，希望你也能做到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哎，还不错啊，刚上赛道跑的这两步呢，觉得还可以。好，第一关。过得还不错，保持好状态。第二关看好脚下，哎，好，幸好这一步呀是落在了平台上。第三关，找准中心点，保持好平衡，一步一步向前走。张力本身的这个个头呢比较小巧，而且比较的轻盈，所以第三关过起来非常有优势，非常的平稳。第四关加油，一口气冲过去，别停留，别消耗体力，来接着走。好的，也是顺利通过了前半程，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到第五关。张力来到了第五关核心关卡，还是在这一关，我们要重心压低。对了，你看他闯关的姿势就是对的，不是膝盖着地。好，找准时机，我们跨过去，很好。再来一次，张力给自己定的目标哈是第三关。加油，你现在已经远远超过自己的目标了哈，马上就要通过第五关了。哎，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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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第五关真的是难倒了很多女生。比赛继续，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卜海伟，来自安徽合肥。又见面了啊，上一次见面你表现得很不错，登顶成功了。上次觉得累吗？累。很实在，累。累啊，那但是虽然累，但还是登顶成功了。你觉得上一次为什么那么累还能成功？主要原因在哪儿呢？心中有信念。哎呀，太好了，说得特别好，就是自信。对。来，你要说什么？我想说闯关是和生活一样的，就祝在座的姐妹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来，把她名字拿了，我直接给她贴上。来，直接晋级了。就冲这句话啊，就说得特别好。对，心里也很有信念。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定得好好表现啊，半决赛咱俩还得见啊。对，加油啊。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2、1，别着急啊，卜海伟，今天呢咱们再次登顶，然后熟悉熟悉赛道，争取进到半决赛啊。第一年参加就有进半决赛的经验，那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是的，这个姑娘的心态也特别好，对于生活呢也非常的积极，在闯关前也是分享了一句话，希望送给大家。是的。哎，小心，多少钱？赶紧跑，赶紧跑。哎呦，好，
这看着是要一口气儿通过呀，非常棒啊！好的，后面别出现失误，补海尾啊，稳着点来。很好。今天的第五关难倒了很多的选手，但是我们希望海尾可以顺利通过。就像你说的，关关难过关关过，事事难成事事成。这个话说的掷地有声的啊，是的，相信你也一定能做到。你只要登顶就有机会。稳住第五关，嗯，跳的时候尽量要跳出一点距离来啊，要有个跨越式的。嗯，我不太担心他第五关，他应该他这个过得比较有方法，嗯，让人还是比较放心的。好，接下来第六关，第六关继续前进。第六关过得非常的干脆利落，加油！好，接下来第七关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啊，第七关失误率比较高，这一步非常要紧。嗯。哎呀！力道没给上啊！哎呀！这时机还可以，但是你整个人扑上去了，你哎呦，太可惜了。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你好。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吴莹，来自安徽合肥。吴莹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女生了啊，还是只要登顶就能晋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看你的表现。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别急啊，登顶就晋级，不用着急。是的，吴莹今年呢也是第一次开始参赛，但是有过两次登顶的经历。没错，搭档赛当时还进了半决赛啊，所以还是不错的，对这条赛道是很熟悉的。跑起来，好的。正如白宇所说，只要登顶即可晋级，所以一定不要出现失误，稳一点儿。前四关的速度比较快啊。嗯。也是我们最后一位出场的女生了啊，这意味着只要你登顶，你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的比赛。所以你这一次冲关就不用追求速度了，只要稳稳的登顶就好。以稳为主啊。嗯。有过两次登顶的经验。好的，漂亮。今天冲关也非常的顺。顶了，是，好样的，好样的，非常棒啊！整体的速度也比较快啊，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机会特别好，可以慢慢悠悠的也晋级，他就一直慢慢悠悠的，他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整个比较果断啊。
整体的闯关还是非常优秀的，恭喜登顶。来，恭喜，2分38秒45，晋级半决赛。其实作为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啊，今天晋级的人呢又没有坐满名额，你本可以慢慢悠悠的来的啊，但你好像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想让时间更快一点，速度还是保持得很好。想要挑战自己是不是？对。对下一场的比赛是不是更有信心了？有信心了。好的，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加油啊。好，我们今天这场海选女生赛道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啊。按照我们今年年度冠军赛海选赛的规则，当每场比赛当中不足6位登顶的情况出现的话呢，那我们将会补位，按照大家闯的这个关卡数啊补位晋级。也就是说在每场海选比赛当中，女生赛道一定要保证晋级6人。没错。那所以今天整场比赛当中呢，只有5位登顶成功，但是卜海伟是在第7关落水，但是他落水的时候速度最快，所以他成为了今天的第6名，祝贺恭喜。今天以第5位晋级到半决�赛的是王秋霜，用时3分10秒80。第4名是吴莹，用时2分38秒45。第3名是裴晕，用时2分18秒49。第2名是王瑞，用时2分14秒99。今天的第一名是毫不保留的孙媛媛，用时1分30秒83。恭喜。没错，客观的说啊，今天这些成绩都不够好，除了孙媛媛以外啊，其他朋友的这个成绩放在半决赛当中呢可能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啊。毕竟他们今天只是一个晋级赛嘛。好，那希望大家在半决赛当中都能够加油再创佳绩，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第2组的比拼，来有请第一位，有请，欢迎，跟我们打招呼。啊，大家好，我叫李泉，来自安徽亳州。哎，这个肤色我很喜欢，跟我们冲冲家族是同款肤色。是的，看上去平时会有运动，对不对？对，平时喜欢跑步呀，然后踢足球。人家是景观学校的学生，哇，所以这个平时的运动量是绝对有，但是是新人，所以对赛道有一些陌生。今天对你的要求呢，就是首先要平稳的登顶，最好是在关卡衔接处能够压缩时间，好吧？好的，好的，来加油了，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加油，李泉。目前是在安徽景观职业学院读大3，他虽然专业是计算机网络，但是看上去咱们安徽景观职业学院的学生平时的训练应该都不少啊，这个体格肤色看着非常的健康，哦，这弹跳力，顺利的通过前3关，24秒来到核心关卡。在第3关的一跳，感觉脚底下装了弹簧一样。真的，今天男生队的表现非常的好啊。我不知道第1组的男生会不会后悔自己跑得保守了一点，因为现在前5名的成绩都非常厉害，但后面的人好像完全没被吓住啊。他们找准了目标，就是要跑进1分30秒或者1分20秒以内才稳。对，尽量往1分20秒跑，跑到1分15秒左右，我估计差不多。哎呀，第6关也是稍显得有一些耽误时间，后面的关卡速度慢下来了啊。实话实讲，照你这个速度应该只能争取1分半了，再往前跑可能跑不了了。好，这也是抱住了蹴鞠。蹴鞠离地要高一点啊，这个还要看你落地的本领，加油。哎呀，耽误一圈，出现了失误啊。好，转过来了，但是还是没有找准。哎，还好，这还是靠自己身体非常强的个人能力啊。冲刺速度也很快，来看一下，1分53秒54，恭喜。好的，刚才我预计呢他应该是跑到1分半左右 的，因为他第5关之后降速了，但是在第8关又浪费了一圈10几秒，所以最终的成绩是1分53秒。今天这个成绩现在能排第6，一会儿呢，一会儿可能就要
辛苦了。就要再见了啊！自己好像不是很满意的样子，不太满意。嗯，很不满意。很不满意，不是不太满意，是很不满意。那咱回去再好好的，做做复盘，通过各种渠道看一看自己。再复盘啊！当然了，现在还是要恭喜你，目前暂列第六。好，这次我们晋级榜单已经全员满员，是，接下来就抢位了，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孙波，老朋友，非常熟悉了啊。孙波也参加了这么多年，没有拿过一次冠军，是吧？对，但是能看到你的成长啊。今年多大了？36。我觉得这个年纪要想拿冠军还真的有点难度，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是因为赛道的老将姜维就是。哦，姜维今年也30多了，30大几了吧？姜维快到了。但是我觉得首先咱们一步一步来，看好脚下的路。目前你看我们的这个最慢的第六名是1分53秒，我们刚刚也分析了，差不多今天要达到1分半左右才有晋级的可能。如果能年年参与啊，固然是个好事，毕竟强身健体。但是如果想取得最终的胜利，我觉得还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个孙波如果想取得最终的胜利，也要像姜维一样，要肥一样，要肥一样，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哎呀，这不应该啊，孙波怎么会在第三关出现失误啊？呀，孙波这个失误出现的不应该啊，今天很平稳的发挥，你就可以直接晋级的呀。是的，不用抢那么多时间，还是稳中再求胜啊。又把自己要拖入到下一个赛段，下一个赛段可能比赛更激烈，是因为可能我们接下来还会有一个这个复活赛啊。好，后面的兄弟加油，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欢迎，打招呼。大家好，我叫王志刚。王志刚跟汪建熟吧？我跟他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兄弟。啊，这个缘分不浅哎，所以你们同年同月同日生，冲关的这个能力是不是也相同啊？那我跟他还是差一截的。哎，你也是田径队的吗？我也是。对，而且你看同一个学校，都是我们这个安徽医科大学田径队的学生。怎么说呢？互相学习，互相取经。接下来看你表现了。好的，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对不对？咱们汪建虽然啊，在今年的新人王当中，这个比赛当中取得了冠军，但是在年度冠军赛当中啊，还是需要很多磨砺的啊。也希望这个自己的好兄弟志刚和汪建能够齐头共进啊。好，来到核心关卡，前半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是的，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啊，跑进前六那是没有问题的。就怕到后半程降速，因为其实男生的第六关呢、第七关呢、第八关呢都比较精细。是的，到了这样的地方呢，不是光有蛮力就可以很快通过的，就是每一个时机都要抓住，一步都不能耽误。尤其这一步啊，尤其这一步越起在板头上过关的这一步，哎呀，第六关这会儿有点耽误时间了。你看时间了，你看时间了，你看，哎呀，脚底下乱了。接连两位选手失误落水，对于后面的选手来说是莫大的机会，而接下来出场的楚东辉一出场就冲劲十足，但还是缺乏冲关经验，关卡的衔接不够连贯，最终以2分04秒94的成绩成功登顶，虽无缘晋级，但也突破了自己。好，让我们比赛继续，有请下一位。有请，
招呼吧。大家好，我叫常坤，来自安徽淮北。常坤也是今年的新人啊，标志性的发型依旧是这样的显眼啊。我们希望你这个发型不要落水，然后不要乱，到高台依然这样一丝不缕，好不好？好的，好的，来，加油了，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小伙子啊，这个给自己打扮的也是特别的标志啊。常坤，发型乱了。你啊，两次过来都是洗头的是吧？来，有请下一位。有请。来打招呼。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3岁。跟你说一下啊，你来自哪？安徽六安。对。我告诉你，今天巧了，只要你超越第三名陆安，哎，他叫陆安，你就可以直接晋级。当然这个成绩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以企及，所以还是用自己的节奏去跑，好吗？好的，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出发。胡先是倒数第四位选手，所以他现在只要超过我们晋级榜单上第三名陆安的成绩就可以直接晋级。话是这么说，但是陆安目前创造的1分28秒31还是有一点难。哎，有一点难。哎，有一点难。哎，哦哟，这一步跳的着实令我们都没想到啊。大意了啊。也让我们恭喜晋级榜单上第三位的陆安成功晋级。来，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来，这是我们去年来参赛过的选手，对吧？大家好，我叫施展，来自安徽陆安。嗯，你也是来自陆安。你今天不用超越陆安了，你只要超越目前晋级榜单上第四位郝亚飞就可以直接晋级。他的成绩你觉得自己能触碰得到吗？稍微可以碰到吧，稍微可以碰到。其实我对施展还是很有信心的。施展也是今年这个城市战队的这个陆安战队的，对不对？对，跑进1分30，我觉得。对，他当时我觉得就展现了不俗的实力，所以今天没问题，1分半，好不好？好，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 3, 2, 1, GO。 出发。哎，施展是我们21年新人王争霸赛的季军。哎，虽然时隔2年了啊，22年呢，他这个在我们的比赛中没有拿到非常好的成绩，准备了1年，23年再次凯旋回到舞台上。哎，这个介绍的非常清楚啊，因为施展确实是很有实力，是，但有一些运气不足。今年希望这个好运能够回来啊。他到底是这个锤炼了一年，还是在家睡了一年，还不知道啊。那要看他今天表现怎么样了。睡一年那叫休息一年，蛰伏一年。哎，啊，练一年啊，那叫准备一年，就看他今天在赛道上如何施展。哦哟，这一步非常的冒险啊，让我们看到了施展的实力，成绩险中求啊。男生队这么卷。终于啊，男生队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以后又迎来了一个好成绩。来看一下1分04秒63，恭喜施展直接晋级。恭喜。好，恭喜施展啊。我说了，施展是一个很有实力，但是在几年前的比赛中间稍欠运气的这么一位的新人王。但是今天啊，看实力运气都站在你这边，在赛道上施展得很好嘛。没想到。没想到，真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啊。所以今天1分04秒63的成绩，施展目前排在第一位，成功晋级。恭喜你，终于在赛道当中也施展出了自己的才华。来，是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有请。欢迎。欢迎陈强。来打招呼。大家好，我叫陈强，来自合肥。是，陈强也是之前参加过我们的不少场比赛了。现在给你介绍一下场上的情况。我们现在场上呢已经出现了抢位的情况了。刚才呢施展1分04秒63夺得第一。
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出发。我觉得对他来说1分30秒并不难。是的，陈强也是从2021年开始参加我们的比赛啊。出现失误了啊，陈强啊，我们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参赛选手啦，对啊，怎么能这一步，这个太可惜了，陈强，来有请下一位，有请，来来来，这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位，他的出场将决定了我们最后一个晋级名额的诞生。是，今天到底是你晋级还是陈薇薇晋级，由你决定，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阮新华，来自安庆。你不需要跑太快，但是不能慢于1分33秒10。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请听口令。3, 2, 1, GO！ 出发，阮新华。今年呢，也是在我们的国庆特别场啊，来的算是一个新人了，第一次来，第一年来我们的向前冲。他给自己的预估目标也是1分30秒啊，是的，如果跑进1分33秒，你就可以直接晋级。在我们新人王复活赛中，曾经跑过2分14秒12的成绩，但是今天这个成绩不行哦。今天我们得跑进1分33秒之内才可以，所以这个新华呢，可能会有一点点心理压力啊。后半程的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的步伐不能乱啊。